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甲乙两个质量同为一公斤的这个木块啊，这个 M 哈都是等于一公斤的啊。好，近置于水平桌面上，两木块分别受水平外力做直线运动，它的这个速度跟时间关系这个样子的啊。这个红色的这个是甲，啊，绿色的这个是乙。好，那现在他是说哈，若这个时间等于25秒的时候，25秒在这里，好，25秒大概在这里。25秒的时候哈，两木块所受的合力哈，分别是 M 甲，啊跟这个 M 乙，啊 M 乙。那么他问哈 ，M 甲呢比 M 乙哈等于多少？我们看哦，这个25秒的话呢，是在这个直线上面嘛，所以它的那个加速度哈，分别是这一段时间的加速度了，也就是说 A 甲哈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，这个经过几秒？ 15 秒嘛，啊这个速度变化的话是9减3是6，啊除以15了，3得6。三五十五嘛，这是五分之二。那这 A 乙的话哈，乙的加速度多少呢？乙的加速度的话就是这个速度变化是3嘛，6减3是3，啊除以45减掉15嘛，就30嘛，这等于十分之一啊。然后因为它质量都是呢一公斤嘛，所以它力的比呢是等于它加速度的比，就是五分之二。以上十分之一啊，五一五，五二得十啊，两个通通把它乘以二，4:1啊。所以这一题哈，大家应该要选 C。